好，等一下记得看，等一下记得看，可以啦，记得看就好了。结果发现解这个成就解了一个小时，过不了。木珠是木。哎、欸，我碰到了，我不小心碰到了。哇！这个不太适合。这边三回合，三回合你要打死他，三回合真的是很痒。好痛苦，人生为什么这么痛苦？哇，等一下要补血，这不补血我就要叫叫啦。秦皇对和庞贝，庞贝也可以哦、喔。我刚才想说要不要用庞贝，秦始皇感觉超简单的。这边感觉很适合睡觉，这边会很久。嗯，这龙科这么快就好了。纳兹应该也可以吧，应该有几队都可以啊。火巴打完，火巴是不是比较那个？火巴这里也不怕，他在那边不是这里那个腐蚀还是什么都不怕。我现在应该是要看小线表，我忘了看，等一下。好，木是星，有看到了，你讲啦，木是星哦。好痒啊，它是越打越痛吗？还是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没这回事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没有消六颗哦，笑点。我弄歪了，手大。我应该不会回来。就在这边继续磨到两身。你好，不要消息。哇，进度越来越多了，好可怕、啊。解成就要先确认老夫，然后在后面，他很火是巴西。等一下啦，底下，哎呦，那腐蚀在那里，我好怕、啊。我好害怕。
害怕腐蚀的女子。哎、欸，这队真的会打很久哎、欸，感觉感觉。我到老木了，解酒意，你不加点？等一下，不是那个，我很怕斜转会撞到那个腐蚀，因为你知道我很容易。转歪的这个人，我很害怕、啊。这个伤害实在是痛。等一下。暗珠这种东西齁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暗珠这种东西哦，我们稍微的避开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只有五颗，只有五颗，没事的。再去暗珠这个东这种东西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哦，好多、哦，等一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嗯。哇，看黑白珠眼睛真的很酸呢、欸。嗯不要害怕，体力如浮云。没有，草字是天降的六颗也算，所以没差。是火希腊一定要五颗连在一起的。五十哦，天啊，五十！而且，等一下，哪一些东西是在被腐蚀的？这个颜色好难，好难看哦。这颜色是否有些不是很友善？我都看不出来啊！完蛋了，剩超多，还没洗好哎、欸！这好像撞一下很痛的样子，我忘了。对不起，这个很怕死。嗯，你要在炸，这是一个密密麻麻的脸。好痛，好痛！我要上回合，要上回合。哎，人生总是这么的，人生为什么总是这么的痛苦呢？哎，这天降！帮我消掉了一点，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了。哎，过来，好像很顺利的解完成就了。我以为不够哎、欸，我以为不够痛哎、欸。啊，跟你们讲啦，这种越觉得不会过的时候，就会过了。D
提升游戏难度，可以啦，解完了啦，吃蛋糕咯，轻轻松松啦。大家都满头问号的过了，丁点他还是有克数的，所以还是稍微有一点用，虽然前面实在是很痒，满意。